给你的。合适吗？你有病。来，起来，让小孩坐。听见了吗？我说你呢。你有病啊。哎，别跟这种无赖计较。买呀、啊、谁无赖啊？你他妈才无赖呢。你干嘛呀、啊？背首诗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哎，真好。哎，找谁呀、啊、你？哎，麻烦问您，那个马丽宁家是在这住吧？没这个人啊？嗯，不会吧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啊，我是他一个朋友。朋友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这有意思，我还不认识你呢。哎哎，姐妹，那个马丽宁家是在这住吧？姐。他找马丽萍，他爱找谁找谁。嘿，那个那边，啊、哦，哪边？哎，这什么毛病啊？这都是。笑什么笑？干什么呀？我惹你了？把你给气的，你这就叫啊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你放屁！哎呦，至于吗，姐？不就是一个女的来找马丽宁吗？又不是她对象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啊？喝吧，喝完了给你接着倒。嗯，不喝了。哎，把这放着，放着，放着。哎，咱俩玩个游戏啊，你啊把脑袋左右晃，左右左右。干嘛？然后呢，我问你问题，你啊必须得说实话。你要是说假话，你脑袋就晃不下去了，你信吗？哎，真的特灵。不是，你赶紧来试试。来，你晃头啊，你晃晃，哦、求你了，求哎好，一二一二，你是马丽明吗？对。啊，你有病吗？你才有病呢，你们全家都有病。你小心眼儿，没病能跟你在一块玩吗？讨厌。我问你，老实交代啊。啊。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没有啊。骗人。真的没有。没有。真没有。撒谎。你别骗我了，我都看见了，我告诉你。谁啊？是不是那个长头发那个，完眼睛挺大的，一看人还。那劲儿的，是不是那女的？瞎猜吧。得了吧你，别不承认。哼，你不承认那也是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既然都知道了，你就交代吧。你们俩是你甩的他呀，还是他甩的你啊？嗯？切，你这人真没劲，你无聊。哎呀，你真无聊。呵。哎呦，你这床还挺软的。哎，马丽明、嗯、他是不是还有个妹妹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觉着他妹妹长得好像没他姐好看，对吧？他姐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哎呀啊，你去他家看看。我我怎么去啊？走着去呀、啊。哎，
哎呦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去这干什么呀？你去不去？你自己去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姐求你了，去一趟。哎呦，姐求你了，你就去吧，我去。不是，我去说什么呀？你就说，我找马丽明，让他出来一下啊！快点，燕儿，那他要不出来呢？他敢？姐姐刚抱的，你摸摸，拿不去店里烫手，趁热吃。当心啊，奶奶，来尖儿。哎，哟，奶奶，您这是干嘛去了？也不跟我打声招呼。我还能上哪儿去啊？上菜市场，看人家抱爆米花去了。这姑娘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我跟您说了，您也记不住，奶奶。我们俩出去一趟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哦，您别再出门了啊，奶奶。啊。你认识他吗？嗯，不认识。德行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德行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我扶您回去吧。哎。你这干什么呢？我给你摘光了。哟，你骑成这样啊？那不正好吗？跟他短交。哎呀，混蛋！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什么事儿怎么办呢？怎么跟他算账？跟谁啊？哦，马黎明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理他呢？别生气了，你现在不是跟张波好呢吗？我觉得你这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。张波可比马黎明强多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张波多好啊，多有学问呢。跟他聊天可有意思了，而且又那么会写，看他写的信多有感情啊，怎么肚子里有那么多词儿啊？姐，你把张波信都藏哪儿了？我没藏，都在抽屉里呢。那你什么时候再让我看看张波信？随便。那我现在能看吗？随便。我天哪，这么多呀！喂，你好，新世纪旅行社，请问什么事情？你好，孙丽在吗？啊，稍等啊，孙丽。不知道，你男的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孙丽，我张波。你晚上有时间吗？啊，什么事儿？我的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，想请我们一块儿吃饭，你也来吧。人家又没请我。我请你了。哎，孙丽啊。算了吧，你还是自己去吧。怎么了？因为我不愿意跟不认识人一块吃饭。那好吧，那你想和我一块吃饭吗？好。那好，那咱们说定了啊，老地方见。嗯，拜拜。李青，帮我挂一下。
哎，看什么呢？你有约会啊？对呀、啊，待会儿他接我来。哎，你瞧瞧，我嘴画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这嘴型怎么还是没有你画的好看呢？哎，帮我看看来，快，看看。挺好看的呀。不好，不够圆润。你看看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弄。我给画。笔呢？来，看看你的手艺啊。嗯。你这个啊，底下这个唇应该画大一点，这样扩出来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多了。我自个儿就不会画，真是。能。哎，孙俪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看你不对劲儿啊。今天有人约你吗？先走了，拜拜啊！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找谁呀、啊？哎，你好，请问那个孙俪在吗？孙俪不在，她早下班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十分钟了。张波。孙俪，你怎么才来？啊，我陪几个墨西哥的朋友买东西去了，哎，累死了。你不是从单位来？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了，一个女的接的。李青啊？我不知道是谁，她说你刚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得了吧，是不是在这等我时间长了，心里不平衡了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平衡了？我愿意等你，真的。不过最好。最好什么呀？最好准时啊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忘了。忘了？对，我忘了跟你的约会，所以我就来晚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我说实话，你不高兴了？唉，所以啊，还是不能说实话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有。孙俪，你告诉我，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行吗？干嘛非要告诉你啊？因为我爱你，关心你。真的没事。我们去哪儿？随你的便。怎么了？没情绪了？没有。那我们到底去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上哪儿。你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了。最起码别在这喝西北风吧。要不咱们还去上次去那家饭馆，行吗？
刚才说你忘了和我约会，是真的？哎，那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明白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啊。别老瞎想啊，真的，我不是后来又想起来了吗？你知道我的感觉吗？我在那儿等你的时候，一分钟一分钟的看着表，盼着。张波，我真的对不起。这种事儿用不着对不起。你能说实话，我就很感激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能告诉我吗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不想说就算了。我想你应该了解我，了解我对你的感情。孙俪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的希望特简单，我就希望你快乐，真的。只要你快乐，我就高兴了，而且我希望这快乐是我给你的。哎，你说，我有这本事吗？有吧？你看着我说。谁知道呢？哟，你怎么回来呀？啊，来看看你，来坐。哎，不耽误你吧？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练练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咱们吃饭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过一会儿我们还得合几遍呢。哦。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？我哪猜得出来呀、啊？你猜猜。我真不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我姐呀、啊？这不一下就猜着了。她怎么了？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。我？她最近老是心神不定，态度也挺冷淡的。直觉告诉我，她一定有什么事儿。是什么？啊，没有啊。我不知道，真的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没关系，那你帮我分析分析。我觉得孙俪的生活里一定还有另外的什么人。你说我的直觉对吗？你怎么知道呀？因为我喜欢她，我爱她，她在我的心里分量很重。我有时候能感觉到她在欺骗我，能感觉到他心里的矛盾，而且我也知道，你也没有跟我说实话。我可没骗你。不不，我不是指责你，真的，我理解你，我太理解你的处境了。你是孙俪的妹妹，当然要维护你姐姐了。但是咱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你想过吗？什么呀？你和我，咱们都爱你姐姐，你说呢？我爱她，真的非常爱她。可我不觉得我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权利。像你姐这样的姑娘，有人追求她、喜欢她，很正常。要是没有人追求她，倒奇怪了。我不会因为有人追求她就放弃他。我一直觉得你这人挺好的，真的。我一直也这么跟我姐说的。
那他呢？他也觉得你挺好的，真的真的。可是他还没想好，还在犹豫，是吗？还没想好到底是不是跟我好，对吧？你要觉得为难就不用说了，其实知不知道没什么区别，他再冷淡我我也爱他，真的，甚至更爱他。我发觉爱情就是让人变得这么愚蠢，对吧？你别难过。我没难过，我很正常，真的，非常正常。真的。好了，不耽误你了。那行，你怎么骑车来的？啊，外面风可大了，今天。没事，习惯了。谢谢你跟我谈话啊。没有，我什么也没说。是啊，没事儿，我都明白了。啊？你明白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是吗？是是，什么都没说，行了吗？其实你应该知道，我姐吧，她是一个那种感情特别丰富的人，她脑子也比我好使，我有时候不是太理解她。他的心思，所以我要是说错了，他该生气了。好吧，燕儿，你什么也甭说，我一点都没有怪他的意思。来，握个手吧，不耽误你了。走，唱首歌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吓死我了！那你看，你还吓我了吗？偷偷摸摸的，我什么呢？我自个儿家的，我有什么偷偷摸摸的？我看你才是干嘛呀？写什么的？你干嘛呀？干嘛有事儿啊？赶紧，我就洗的葡萄干儿。我不吃，我不爱吃葡萄干。你给我爸，你给我爸去啊！你别在这儿捣乱了。我了还说我又不回来了，我下班了我不回来。那你干嘛呢你？啊，没干嘛，写什么呢？写什么？瞎写着玩呢。林叔吧，我写不好。哎，那你会写。是吧？快读快读！哎呀，讲什么呀？谁来的？嗯嗯，谁啊？不是你男朋友？翟世刚。翟世刚是谁啊？哇，翟世刚是谁啊？他呀，嗯，翟世刚就是小学的时候给我写个纸条的男生。他找你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就问好一声，对你还念念不忘啊？什么呀？行啊，燕儿。什么行啊？都有第三者了。小点声，自个儿妈听去。燕儿有第三者。怎么的？那你一惊一乍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不两斤半怎么的了？你呀，吃错药了怎么的？你这包括你那个梅嫂，你有那个成块的那钳子给他吃吗？啊？你这你这怎么的？这干嘛呀？你这闹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早早睡觉。Thank you.
情有独钟。